好啦，咁我而家講下咧關於邪靈一啲嘅知識。其實咧有耶穌咧，我哋就唔使驚邪靈嘅，因為耶穌講咗，佢話咧我賜俾你權柄，可以踐踏蛇同蝎子，又勝過仇敵一切嘅能力，斷會什麼能害你。即係話耶穌係勝過曬邪靈嘅。其實邪靈係即係好多地方都會有嘅。到底有幾多有幾頻密我唔知道，但係咧，因為人可以喺任何地方都可以沾染邪靈，咁所以咧就即係你話啊，即係係咪可以避免咧？避免最好方法就係你跟從耶穌，多七多達多祈禱，成日讚美主，成日諗住耶穌咧，嗰啲邪靈自然就會走嘅。即係呢個係最好嘅方法。咁呢個係最重要嘅。咁呢個第一就係時時親近神啦。咁如果想釋放，有咩辦法咧？就係所有嘅罪，包括負面思想、負面情緒、發脾氣、掹整怒躁、俾人傷害、唔開心嘅任何唔開心嘅或者負面嘅諗法，都可以帶嚟邪靈嘅。咁我哋就悔改認罪，又相信咧，唔使咁放喺心上嘅。人傷害我哋，唔使咁睇得咁重嘅，因為佢講完咁，你咪轉身，你咪放手咪得咯，係咪？就算佢成日揞你，你個心唔放喺心上咧，咁你咧就唔會咁緊要嘅。但係如果你個心好介意咧，你就會繼續受傷害啦。咁呢個就係邪靈可以帶嚟嘅影響嘅。咁呢個就我哋一定係處理生命，即係所有負面嘅處理。又親近神咧，你奉耶穌名趕邪靈，慢慢咩邪靈都走曬。所以邪靈係唔使驚嘅。但係如果人咧最終咧係要驚喎。點解要驚呢？因為邪靈可以叫人落地獄噶嘛，可以控制個人啊嘛。但係我哋有耶穌跟耶穌咧，就唔使驚嘅。點解我要話又要驚又唔使驚呢？要驚就話你唔好以為犯罪唔緊要，唔好以為咧啊俾魔鬼留地獄唔緊要，係總會傷害我哋嘅。即係總之魔鬼一定會傷害我哋，呢個係我哋要知道魔鬼嘅恐怖性。但係有耶穌，我哋又唔使驚，因為如果你成日都驚死啦死啦，魔鬼搞我，咁你又好驚，咁你又冇膽量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唔使驚嘅，成日都話俾自己聽，耶穌得勝嘅。所以就算有人趕邪靈，又唔使驚。不過喺個地方，如果趕邪靈咧，就一路祈禱啦。一路祈禱就唔使擔心嘅，一路祈禱親近神，有信心又處理罪就冇問題㗎啦。咁所以如果想釋放邪靈咧，同埋處理問題或者身體任何問題或者健康問題咧，祈禱咧都唔係唔好淨係靠祈禱。點解唔好淨係靠祈禱咧？因為如果個人又祈禱，但係佢又煩惱又唔開心又重擔有罪咁嘅時候咧，祈禱都唔能夠解決嘅問題。所以耶穌同嗰個38年唔能夠行路嗰個人就話你。你醫好啦，唔好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。即係犯罪可以遭遇得更厲害嘅。咁所以呢個生命嘅心態，成日都活喺神嘅愛中，成日讚美神，耶穌愛我，日日都宣告耶穌愛我嘅，耶穌祝福我嘅，我可以有喜樂平安嘅，日日都喺呢種狀態。咁然後咧就又處理生命，喺咁嘅情況咧又趕邪靈咧，就邪靈就會一步步離開曬。咁你尤其喺呢我哋嘅祈禱一齊祈禱嘅時候咧，就更加快釋放。咁更加快釋放咧，你翻屋企聽話咧就冇問題噶啦。你嘅問題就係話點解去啲聚會有呢啲嘅情況咧？就是、因為喺呢聚會聖靈嘅臨在強啊，就將啲邪靈彰顯出嚟。咁啊，當你翻屋企嘅時候咧，又冇即係如果你祈禱又唔係好多咧，佢咧就潛伏喺呢個裡面，就令到啲人咧就覺得冇嘢。但係咧有邪靈嘅人咧，嗱最緊係。有在裏面住啊，因為影響咧，我就不去下判斷嚇，即係唔係一定判斷。總之咧，你喺呢啲聚會，你會有壓住咧，就即係話有邪靈嘅情況。咁咧你就啊，即係當你處理咧，就一步步走噶。但係點解平時冇事咧？因為佢潛伏咗喺度。咁但係有邪靈潛伏嘅人咧，都會覺得有啲共通點嘅，會容易唔開心啦、煩惱啦、身體會。容易有問題啦，個人會負面啦，同埋有啲會聽到聲音啦，負面嘅聲音啦，即係呢啲咧就係有邪靈嘅彰顯之一。咁如果凡係有親任何嘅彰顯啊，即係譬如話喺祈恩島咧，又覺得壓住啊，又唔舒服啊，咁啊即係要釋放噶啦。咁咧就一定要自己做釋放，揾人做釋放。如果你唔識，你就揾人做釋放。咁如果你
都持續都有嘅，咁你一定要揾人釋放，即係你處理唔到生命啊。好啦，咁有啲人咧就起到之後，咁個心跳得快咧，就因為嗰啲邪靈嘅情況仲喺度影響緊你。可能我頭先聽見姊妹講咧，你話信耶穌嘅時候已經係驅邪靈，我以為一次就得啊，但我知道原來咧。是不得的，所以我就很害怕。不是一次不得，而是問題是這個人怎樣生活、嗯、即是他繼續煩惱不開心犯罪，那就很多次都不得。他是處理生命每天都親近神，一次就得了，即是這個就是看人的，即是不是一定、即是說一次趕就一定趕不完，不是一定的，看情況看這個人的。其實我哋唔使咁驚嘅，總之處理生命一定咩問題都係嘅，就算有疾病都一樣嘅，因為疾病都可以由邪靈帶嚟啦，同埋情緒帶嚟啦。咁我哋越親近神，越處理生命咧，就越平安輕鬆咧，就越唔受呢啲影響噶啦。你頭先講話可以自己做釋放啦，可以嘅，即係好似頭先咁樣，係安靜。啊，去企喺度或者坐喺度都得。最好企喺度。嗯。企喺度有咩好處呢？就是你專心啲，你唔會坐喺度坐坐一瞓咗覺。咁咧就同埋你會感受到聖靈嗰個搖動啊。即係聖經有講到咧，約翰見到耶穌咧，榮耀嘅耶穌，佢就伏到喺地上喎。喺啟示錄1:17。保羅咧信主嗰時見到耶穌又跌伏咗喺地上喎，即係喺神嘅同在，人係會跌低嘅。咁而冇咁強烈嘅時候，人有啲就會搖動。而搖動有一個好處，就俾你知道神嘅臨在。第二個好處就係亦都俾你身體一種嘅，即係聖靈喺度運行啦，會帶嚟你身體嘅祝福同埋醫治。有啲人腰骨痛啊，佢一路咁樣企喺度，喺度祈禱搖下搖下啦，聖靈一路搖佢咧，又會醫治嘅。其實如果你祈禱慣咧，坐度都會搖嘅。但有些人就未懂得用個心靈祈禱，咁同埋祈禱，因為聖經講到用心靈誠實祈禱啊，就好多人祈禱咧就淨係用知識頭腦，所以咧就會即係經歷聖靈就唔多啦。但如果你日日都從個心底處好愛神咧，你上網睇下我啲影片咧 ，YouTube 揾葉牧師咧，就會好多教導點樣祈禱咧，你跟住全心咁愛耶穌咧，你就會更加容易釋放。